好漂亮啊，珍珠是我的生辰纪念石啊，上那儿看看。啊，真漂亮。那就买一个吧。啊，不要着急嘛。啊，你看这漂亮诱人的光。没想到秋子队员还挺富有人情味的啊。瞧你说的，我是个女人，又是科学特搜队的队员，也可以说是现代第一女士。那么你到底买还是不买？等一下嘛。这天是科学特搜队的发薪日，秋子队员领了一个月的薪水，和一初队员一起说着笑着去银座购物。嗨，买不买？你的钱要是不够的。我非常非常想买，但珍珠的价格为什么突然上涨了呢？欢迎光临，实在对不起，价格上涨的原因是这样的，因为今年的珍珠养殖业遭到了空前的打击。哦，那是不是海流的关系改变的？不，海流跟气候跟往年一个样。那可真奇怪，而且又没有台风。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知道原因。奇怪。去哪儿啊？回去，回本部。本部啊，刚出来一会儿，我还要去吃饭、吃冰激凌、看电影，哦，还有看夜间比赛呢。一出队员是听了经理的话，难道一点感想都没有吗？什么感想？他说珍珠养殖突然遭到打击的话，那是为了涨价的借口，也不会长久的。难道在海里还躲藏着吞噬珍珠的怪兽不成吗？啊，对，对呀。所以要回本部去做调查。喂，秋子，珍珠养殖业现在属于伊势志摩国立公园，以鹰鹿湾五个湾为中心而繁荣。但是，有关这两个湾，从今年开始发生了珍珠贝壳死亡的事件。珍珠养殖业主赶紧把活着的珍珠贝壳转移到日本海去避难。说实在的，究竟是什么原因呢？珍珠贝壳被掰开，成千上百的死去，可能是小偷吧。哦，混蛋，这是人干的吗？难道外国也这样吗？啊，无论怎样，总之这些事情和我们毫不相干啊！交换开车吧。哦，不，到了马屿以后你再驾驶。啊，危险！怎么了？啊啊！想象不到的怪兽出现了。是吞吃珍珠贝精华的怪兽，立即出发跟他战斗。是。是。秋子，眼睛出血了。是的，是女人的固执。Thank you.
这个畜生。怎么了，早天？这畜生能释放热光，队长就三根线圈少断了。是吗？嗯。秋子，哎，快向本部求援。是。我是 Vito 号，我是 Vito 号，请本部回答。我是 Vito 号，我是 Vito 号，请本部回答。我是 Vito 号，请本部回答。我是 Vito 号，请本部回答。畜生，看你嚣张多久！奇怪啊，他在干什么？喂，仔细听一下，听到怪声了没有？是什么声音？喊了，干嘛向怪兽求援啊？男人是没法领会女人此时的心情的，请别吞吃了，别吞了。珍珠只有去大都市了，也就是说名古屋进港，横滨东京。队长，队员们，别让怪兽到城里去，要把它围在海里，好吗？明白。开始攻击。魔怪兽潜入海中了，明白。僚机，僚机，气球爆炸弹立即对准目标，明白。气球作为攻击目标。是。秋子，注意太平洋沿海一带的船只，千万别让他们靠近气球。明白。这里是科学特搜队，
蛤蟆正在急速地游向陆地，沿海一带的船只密切注意红黄蓝绿气球。目标气球，放汽油弹。全体准备电子网，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好，开始撒电子网。低空飞行，开始放电。害怕，继续放电。队长，怪兽靠近一号机了。早田，加油，准备高压放电。怪兽瞄准女性的珍珠项链了。混蛋，真是奇怪，怪兽和女人一样想要珍珠的光芒。你说什么呀？珍珠光芒，珍珠的光芒富有魅力，是吗？哎，队长，做珍珠爆炸怎么样？
珍珠爆炸？那家伙和女人一样被珍珠光所诱惑，所以是这样，用珍珠光制造大型爆弹。对，好吧，你们俩就待在这儿，我和易初去投弹。是。准备珍珠爆弹，珍珠爆弹准备完毕，投放，投放。快，快躲到岩石后面去，到岩石后面。躲起来！好，还有一分钟。现在集中攻击，队长，现在还有我和早田，拜托了。是，开始攻击。是，等一下，队长，看那儿，是啊，这家伙像鲸鱼一样从背上喷出的水跟我们用来攻击他的是同样的元素，这畜生。这家伙体内喉部位都非常结实，不怕爆炸，即便是钢铁也能嚼碎。早田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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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田君。秋子，早田君，蛤蟆怪兽呢？朝名古屋方向去了。哦，不行，到都市去了。别硬来，早田君。告诉兰，赶紧联络本部，快送小型喷气式飞机来。哎，可是照我说的做，快去联络。哎，快，快去！啊，你别动，我联络好了，马上来接你。哎，你等着我。早田他想把飞机打入他尾部，然后在空中击毙他。快，蓝军，早田他。好。早田没问题吧？是的，可是手臂受了重伤。队长，怪兽正趴着没动呢。好，发射小型喷气式飞机。
太棒了，这家伙被送向天空了。看哪，奥特曼！怪兽死了，珍珠又繁殖起来了，并且收获了很多。科特队员们用薪水买珍珠是足够了。够漂亮了，你就不要再拼命的打扮了，秋子队员。哎，你看，要是小孩也就算了，你瞧你一个人把这么多的珍珠全放在你一个人的身上，那简直成了一串荷包了。秋子，哎，你别走那么快嘛，帮帮我好不好？哎呀，就算我刚才说错了，我给你赔礼道歉啊，真对不起。哎呀，秋子，你帮帮我好不好？快掉了！秋子，帮我拿一拿。哎呀，秋子，行行好，秋子帮我一下吧，啊，帮我拿一个，啊，秋子，秋。